马上要进行我们台语组的挑战赛。对，有总共是四位来四强一，成为下一周的这个挑战者。台语组挑战赛规则说明：作为明日之星，比赛分数上盖关的球衣，你当天就头礼拜挑战者资格，来争取着卫冕者宝座。啊，若比赛分数累积两次上盖低分的明日之星，就必须来登到选手村，继续接受训练喽。先介绍一号曾伟忠，欢迎曾伟忠，21岁，高雄人。是在您这个唱歌过程当中喜欢唱歌，对，有没有把谁是当作心目中的一个学习的对象？其实我还蛮欣赏那个罗志祥。小猪啊，对对 对, 對 ，I want to know， 你信不信？跟你的这个现在的曲风差很多哎。是啊，对啊，因为我希望可以就是成为跟他一样多方位的歌手，全方位的歌手，全方位。哦，对。可是罗志祥好像不太会唱台语歌哈。对，就是可以的话，也可以当台语界的罗志祥啊。是是是，没有这个目前还没有嘛，还蛮有理想抱负。今天郑文忠带来的歌曲是。帮忙告亲机，来破声告的亲，帮忙告的亲机。现在的心情跟上个礼拜比较怎么样？这礼拜比较紧张。为什么？因为越来越紧张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四强一嘛。对啊，就是想要表现好一点。那我们就来听听评审了，丁晓文老师，请。我今天要大力的赞扬你，你第二遍的副歌啊。汤哇修侯亚特利靠鬼迷，你那边有一个非常非常神来一笔的转音，转得非常自然，非常圆滑，那是非常高级的技巧。哦，谢谢老师。所以你其实有这个潜力。我相信那不是很刻意做出来，就是你有这个潜力，这个要大力发挥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这个转意是今天无意中的，无意中。
就是说突然真的会这个专业，有训练过的。之前在自己在练唱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这边加一点点这个好像还不错，就是让他情绪又比较不一样。所以丁老师讲的你听得懂吗？对不对？听得懂。有比丁那边较进步不？有啦，但是就是修这啦哈，可能那个得失心哦，影响他整个在进行的流畅度。基本上台语的唱功叫做基本功，基本上台语一定要唱得好。其实我对这个曾伟忠有几个建议，就是其实你很融入你的歌曲里面，但是我觉得除了听觉之外，我们还有视觉上的享受，你应该多把你的身体多融入在跟你的歌更融为一体。我想台语的分数的差距会在非常非常的小的地方而产生，因为大家都会唱得很好。那么最重要的是你把你自己其他的部分多融入到多结合在一起，那么我想这个差异化会增加你多一点的分数。哦，哎，那李老师可以请问一下，他有可能成为罗志祥的台语版吗？这个我正好要讲。新人教父李亚明到底会说出什么样的犀利见解呢？21岁的曾伟忠，会有可能成为台语版的罗志祥吗？讲，既然你是要成为台语的罗志祥，你站在那边唱歌，跟个木头人一样，怎么成为他呢？这个你应该去好好思考。对，有可能成为台语版的郭富城。来，我们请评审，请给分。好，到底可以到几分？我们的曾伟忠，能摸底82、83、84、85、86，还有吗？86，86分！哇，86分！我们丁小文老师给了18分，罗文忠老师给的是17分，李亚明老师给的是17分，徐锦纯老师给的是17分，我们陈淑华老师给的也是17分。掌声鼓励，谢谢老师。86。比上周多了一分，多了一分。会有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进一分要珍惜啊。好，谢谢曾伟忠，谢谢伟忠。